接着看第八句啊，这个苦集甚地第八句，何名所作啊？今天晚上学院大驾了，正在做三十七年，我们想到普贤菩萨的忏悔记，往昔所作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生于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这首偈怎么讲法？早年我做学生的时候，老师问过我，这首偈怎么讲啊？第一句是把罪状举出来啊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现前有没有造？现前还在造啊，昨天造了，今天又造了，明天还要继续造啊。我们念起这首偈，有没有警觉到？为什么会造？造作一切罪业的根源是烦恼习气啊，那是无始劫以来的贪嗔痴。生生世世累积成强有力的种子，含藏在阿赖耶识之中啊。我们没有能力把它消灭，这是一切恶业的根源。所谓的三毒烦恼，我常常用病毒来解释啊，大家比较容易懂啊。这是最严重的病毒啊，世界所有一切的病毒都是从它生的。它发作从哪里发作呢？从身口意，从身与意之所生啊，这叫它发作。发作在身，生病化作在于与伤害众生，化作在意，心坏了最后一句这忏悔 一切魔经皆忏悔
忏悔是觉悟了，后补再造啊，叫做忏悔。忏悔之后明天还造，那不叫忏悔啊。啊，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导我的。啊，忏悔真正的意思是后不再造。所以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。一个造作忤逆十恶之人，临终真正忏悔，至心忏悔，这一念功德了，求往生啊，品位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二世世王造无逆十恶，临终忏悔，我求往生。世尊告诉我们，他的品位是上品众生。啊，我们看到经文不能接受啊，不能相信啊，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但是想想，佛是真愚者、实愚者、如愚者，决定不妄语啊，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。真正悔改了啊！如果今天改了，明天还造，就没有这个力量了。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！所以佛法的修行八万四千法门，也可以说八万四千忏悔门。所以我们支持名号是修忏悔法了、啊、真的是一切恶尽皆忏悔啊，我什么妄念都没有，把所有一切妄念都归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信德的名号啊。这个名号里头具足了无量智慧，具足了万德万能。所以佛在经上说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能消八十万劫生死重罪啊！这佛讲的，真的是假的呢？那这个人天天念，他为什么一张还消不掉呢？他的念有口无心，所以效果不大。我们常讲，哎，念比不念好啊？为什么呢？甚深佛号它里头有夹杂啊！你看这祖师大德佛菩萨教导我们啊，念佛这最重要的，这大势至菩萨是头个念佛人，教导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这他没做到
啊，依然在声声佛号里面夹杂着妄想分别之处啊，所以念佛念得再多啊，古大德也有说啊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，一天念十万声二十万声，无济于事，不得力了。疑惑夹杂间断，把你这个念佛功夫破坏了啊，这个破坏不是从外来的，是你自己破坏自己啊。如果外面环境不好，你可以找一个清净环境去念佛啊。从前一般人去建道场、建茅棚，建到哪里呢？深山人迹罕至啊，在那个里面修行用功啊，把外缘杜绝了啊，功夫容易得力。那么这个是祖祖相传，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，佛就常常劝导学生们啊，住阿难若，阿难若是梵语啊，意思就是极静处，没有人事干扰你啊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这个古书里的有记载，有注解啊，什么样的环境才算清净？牛叫的声音听不到啊，牛，农民家里养牛啊，牛叫的声音很大吧，你住的与他这个地方距离很远啊，农村的乡村村庄，牛叫的声音都听不到，以这个为标准啊，远离吵杂啊。这个清净道场真的是祖祖相传啊，到民国初年在中国大陆还是用这个标准选择修学的场所啊。但是古时候那个时候的道场现在呢都开上马路了啊，汽车可以直通，甚至还有地方有缆车啊，上山变成观光旅游的圣地了，这就不能修行了啊。那么真正想修行的人，你还是要效法古时候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啊，还是要找一个清净地方，人迹不到，在那里搭个茅棚啊。古人搭茅棚是自己动手啊，啊，不是找建筑师啊，啊，山上砍几棵树。啊，做柱子做梁
上面盖一些茅草，能够遮蔽风雨，他就在那里清修啊。啊，吃的东西非常简单，啊，附近采一点野生的果实、野菜，用这个来充饥啊。啊，那么时间住久了，自己可以种一点粮食，啊，最普遍的种番薯，啊，那现在这个外国这个马铃薯很好，营养价值很高啊，啊，种花生，种玉米，可以做主食啊。啊，种一点青菜，啊，真正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啊。二六十中啊，佛号不中断。啊，你在种植的时候，佛号不间断。啊，真的是。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赶快接着念，一个人住山啊，住个几年，你的心定了，定生慧，智慧开了啊，天天读经，啊，经里的意思呢，自然就懂了，啊，所谓是自然智，无私智，啊，没有学过的无私智啊，就现前，这是你自信里的本能，哎，经义通了，你能够说得头头是道。真的法喜充满了 啊，那么在这个时候肯定有人发现，哎呀，某个地方啊有个人在那里住山呢，啊，一个人清修啊，真的有道德有学问啊，就会有人来亲近你啊，这时候亲近善地，哎，你在旁边再打个茅棚，啊，我们一起在一块修行，啊，一个人一个小茅棚啊，逐渐逐渐呢就形成一个道场，人多了，参学的人多了，真是志同道合。啊，凡是来的慕道而来，啊，这个地方一无所有啊，啊，决定没有明文理啊，没有无欲律成享受，慕道而来的，啊，就称为道场啊，啊，感动。诸天善神拥护啊，有一些修福的斋主啊，来帮你建几间殿堂啊，让你们有个地方呢共修啊，自己的疗法呢还是自己的小茅棚
这叫真正道场啊！这真正叫消业障啊！啊，真正在修忏悔门呐、啊！那么这样的道场，这种修行的方式，肯定不是真正发心修行的人，他住不住啊，太苦了。真正有道心的人，那就是好道场，无比殊胜的道场。阿难若，啊，所以建道场总是尽量避免城市聚落、人口多的地方。尽量避免啊，大的这个寺院丛林，那都是千百年祖师大德代代相传形成的啊，祖宗多了，这一多，古人说得好，龙蛇混杂。啊，这里都有真修的，也有在这个里头混日子的。啊，龙蛇混杂。在家的佛门同学护持道场。啊，他们出钱出力照顾清修人的生活起居，为报施主恩呐、啊！啊，所以在城市里面、乡村里面，啊，人。聚集的地方建下院啊，下院是什么呢？讲堂啊，也有念佛堂、禅堂啊，那是什么？戒严在家人的啊，给他们方便啊。道场在以往呢，每半个月派一个法师到那里去讲经啊，或者到那个地方就打个佛旗临众念佛啊，下院的事情诸位要知道，下院是报施主恩的啊，施主对道场有财布施，道场对施主有法布施，啊，那么有同学来问我建道场，啊，这是古人建道场的理念，建道场的方式，绝对不是道场建立好了再去找人来，不是的。没有这个道理啊，总是先搭茅棚进修，人多了哎，修行真的真修啊，自然会感动护法神啊，感动地方上的长者大德啊，他们出来拥护，替你建造殿堂绝对不是你去化缘募捐的、啊、他们来找你，你不是你找他
佛陀在世，所作所为，是我们永恒的榜样。佛陀为我们实现的，长者居士供养场所给大众修行，或者是讲经说法，可以接受。接受的是使用权，绝不接受所有权。啊，他出家了，出家没有家了。如果人家建个房子，买了土地都给你，那你不就又回家了吗？你出的是什么家呢？啊，所以那个家永远是施主的。啊，施主供借我使用，可以。啊，我哪一天不用了，不用是他的，还他了。啊，这个行。啊，世尊当年的时候就是做这个榜样给我们看。出家人决定没有财产，决定没有土地，没有房舍。啊，那么佛教传到中国，许多道场各家建，长者居士建的叫十方丛林，绝对不是个人产业。啊，那么现在佛门的道场啊，来管理的设立一个董事会或者管理委员会，啊，可以邀请一些在家出家的大德，啊，他们有修有学，啊，发心来做护法，啊，来负责管理这个道场，这个对，啊，这是正确的。立地有章程，依照章程行事，没有私心。啊，对待道场里面的大众，完全用平等心。啊，绝对不是说，哦，你这个这个出家人啊，你是方丈，你是当家，对你特别尊重一点。啊，那个出家人是在那里做义工做打杂，啊，你轻慢一点那就错了，要用平等心恭敬心对待一切大众。修普贤行，啊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悔业障啊！啊，这样你才能真正得到佛法利益。啊，才会有真正有成就。啊，所以要常常想到起心动念，所作所为，啊，我们说与经教相应呐，啊，经教只能受持一种，不能够涉猎太多，啊，一种。你的心专一，
专一就是禅定。涉猎东西太多了，你的心散乱。你的杂念妄想很多，你的意志不能集中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的烦恼不能断。啊，烦恼不断，肯定是随缘增长。啊，那么你一生所修的所学的是佛学的常识，啊，你是在搞佛学，你不是在学佛，哎，这两个字一颠倒，意思完全不相同啊！啊，你把佛法当作一门学术来研究、来看待，啊，这还是恭维。李老师曾经讲开示的时候说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，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在佛门里头消遣佛法，啊，他没地方消遣，到佛门来消遣，啊，是来消磨时间，不是学佛，是来凑热闹的呀！啊，尤其是法会，啊，敲打场面，啊，热热闹闹，啊，他喜欢搞这个。啊，真正讲经的道场他不去，为什么呢？听经枯燥无味，啊，也未必听得懂。不来呀，喜欢搞法会，喜欢搞法会，那真是李老师这个话说绝了，他的消遣佛法的。那寺院就跟戏院一样，那变成一种娱乐场所。这个是错得太离谱了，啊，这就是所作诸恶业，啊，根还是从贪嗔痴起来的，啊，从身与意发作的，啊，身与意是造作罪业的工具，啊，罪魁祸首是贪嗔痴三毒，啊，三毒细细去追究，那就是自私自利，这个错误观念把我们害惨了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所作感触很深，啊，如何能在往后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所作不犯过失，下面一个名词和名曲，这个曲就是十二因缘里头的爱取有之曲，啊，我常常讲的，控制、占有、
取就是占有。啊，取什么呢？总不外呀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。啊，即使在佛门里面也不例外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你只要有这个念头在，啊，这个念头是烦恼习气，你决定是自私自利，你决定有分别执着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。尘沙烦恼里面有所执障，见思是烦恼障，这二障障碍了你的自信，障碍了你的心得，障碍你的智慧，障碍你一切的善行。那么你所造的，那正是忏悔记头一句所说的，诸我业。往昔现前所造的诸我业，所以《般若经》上佛教导过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教须菩提尊者，啊，须菩提在般若会上是我们的代表人呐，佛教他就是教我们呐，我们要直下承当啊，这个事情不能客气啊。哦，这佛教须菩提的不是教我的。啊，那你就错了。须菩提是我的代表，教须菩提就是教我。啊，那我在一切诸法里头不取，啊，不取就不造业了。不取不是不做，啊，这个不取就是不着相的意思。不把它放在心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事情要做，做得很圆满，做得很周到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利益众生，供养众生，广修供养嘛，啊，那么在这里呢，其实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天天在修呢？你修的是功德还修的是福德，这里都有差别。把它放在心上是福德，不放在心上是功德，啊，不放在心上你心清净的，用清净心供养一切众生，
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功德。啊，功德就是什么？你所得的是定慧。啊，如果把它放在心上呢，也有德，那是福报。三界有漏的福报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人间看到人间有很多啊富贵之人，啊，富是拥有财富，贵是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，啊，做到帝王大臣，啊，现在人家做到总统部长，贵。啊，这个是人间福报啊，啊，有漏的福报啊，啊，所以断恶修善呐，啊，心里面常常意念着，就变成福报。啊，断恶修善，修善呢？没有这些念头，不执着啊，事要做，很认真做，很努力的做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那就叫功德啊。功德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，福德不行啊。谭金沙能大师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，说此事佛不能救啊，啊，此事是什么事呢？生死大事啊，六道轮回生死大事，佛救不了啊，功德能救啊。功德是什么？定慧啊，定慧能救，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。这个我们不能不懂但是在这个世间毕竟还是修福的人多，真正修功德的人很少啊。修功德的人有真实智慧，他的眼光远，他的心量大啊，他要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。那我们念佛人方向目标正确了，这是真正走的成佛之道啊！啊，但是问题呢，你是真走还是假走呢？这关系你一生修行正果的成功失败。你要是真干，你成功吧，你要是还留念这个世间，对这个世间还有放不下，那你就不是真干了。你跟阿弥陀佛、跟极乐世界结个缘，这一生去不了啊，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。这些事实不能不懂得了啊，你要不搞清楚，不搞明白你就会错了方向，错了目标啊。
心目当中希求的果报达不到，不能怪佛菩萨不灵啊，要怪自己扶不住烦恼习气，要怪这个，你没有能力降服烦恼习气。啊，你没有能力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，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所以你还是取静着想。这是一个念佛人，念了一辈子，最后不能往生，啊，还搞六道轮回，真正的原因呢？啊，爱取有，要从因缘果上来说呢，爱是因。取是缘啊，果就是果报啊，有就是果报啊，啊，因缘果报有就是有来世的因缘果报啊，在惑业苦里面讲呢，爱是迷惑，贪痴啊，啊是迷惑，取是造业啊，有是果报。三途六道啊，这就有了。所以三途六道本来没有，永嘉大师讲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啊，大千就是六道轮回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啊，这个幻象，这个梦境从哪里来？从迷惑造业里面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虽然到什么时候不迷惑了，与一切法没有贪念，可以受用，决定没有贪念。也就是说可以受用啊，但是决定不能放在心上他不结业，当然就不感果啊，啊瞬间放在心上就是贪爱，逆境放在心上就是嗔恚啊，无论是贪爱无论是嗔恚，它肯定造成生生世世缠绵不断啊，啊，因果相续啊，啊，所谓是冤冤相报啊，就这么来的，就这么回事情啊，啊，这个事情
最重要的、最可贵的，就是要看破。啊，看破就是真的看透彻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你才能放下。啊，你才能舍。啊，舍不是在事上，是在心上。啊，心上再不执着了，再也不分别了。啊，把那个分别执着舍掉啊，把分别执着放下了。刚才说了，执着是烦恼障，分别有所执障，二障放下了，自信就现前了，信德也现前了，随身心的生智慧，不生烦恼了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唯有智慧能解决。其他不能解决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啊，随佛法所修所证所成就的，没有别的，般若波罗蜜多而已呀。啊，谈经禅宗的，他是不是修禅定？不是，他修什么？他修智慧。你看看谈经，你打开这个经本，头一句话。啊，六祖慧能大师说什么？大众总修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头一句话就把修行的总的纲领、总的目标显示出来了。啊，那个真正的好老师，真正的善知识，教化众生，啊，总是第一句话就先把我们学习的方向目标告诉你。啊，你在这一生当中念念不离这个方向，念念向着这个目标，你就成就了。啊，儒家教人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你看看一句话就把方向目标说出来了，人性本善。啊，佛法里面，这通常习俗大家都说的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啊，这就是佛教啊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啊，第一句话就把说出来了。啊，那个平等。
真诚、清净、平等，从哪里生的？就从这生的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啊，真诚、平等、清净、慈悲现前。所以他什么都不去了，都放下了。他所得到的呢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圆满的心得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